大家好，我是开卷人任敏。大家好，我是开卷人王希。孔子说：“智者乐水。”老子说：“上善若水。”我们要给大家打开的这一幅画作是南宋马远的《水图》，收藏于故宫博物院。水无形无色，但在画家笔下，水却成为了主角，变换出各种形态和丰富的意趣。水图里一共刻画出了12种不同形态的水，有寒塘清浅的温柔，也有云舒浪卷的浩荡。在这12幅水景中，可以考证的具体地点有洞庭、黄河和长江。一眼千年，这幅水图在历史长河中，在每个人心中都荡起了涟漪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水图。